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在辽宁鞍山奥体中心举办的中国银行杯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子单打的决赛。我是本次比赛的解说员陈思思，跟我一起解说的是李桂荣李老师，还有我们中国乒乓球球队前队员白石老师。两位老师好。你好。思思好。思思好。李老师好。朋友们好。白石老师好。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本次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在辽宁鞍山奥体中心，今天就要圆满的结束了。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经过10天的激烈的比拼，圆满的完成了各项赛程，即将落下帷幕。10天来，各位运动员在比赛场上顽强拼搏，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在这里呢。要感谢我们鞍山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为比赛提供了周到细致的服务和场馆运行保障。特别是要感谢我们赛会保障，为我们赛会保驾护航的公安干警、消防官兵啊、医疗人员，等所有的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同志们，他们的默默坚守是赛会圆满成功的有力保障，得到了我们本次赛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省体育局的高度一致认可。我们现在即将进行的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决赛，由北京队的丁宁对黑龙江的王曼玉。现在比赛第一局已经开始了，首先由王曼玉发球。球就这么精彩。对，2-2。在刚开始呢，运动员都会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那像最开始他两个人就能打出这么激烈的相持，其实靠的都是平时训练的长期的一个这种肌肉记忆，但是状态还没有恢复到最鼎盛的状态。那现在先进入状态的运动员一定会很占优势。哎，漂亮，这接没接的，对，他这个球拉过去，你觉得刚过网飘了一下。对，4-3。相对来说，现在王曼玉的事有一点多。漂亮，好稳啊，感觉根本打不透。对。而且丁宁对这个相持球落点的控制也是更精准一些。嗯。
漂亮，漂亮。相持里边还是丁宁的变线更主动一些。我们从这个比赛开始到现在，在相持的攻防转换和这个对攻的环节里，我觉得王曼玉没有什么优势，反而，丁宁并的稍微比王曼玉稍微更紧一点。漂亮 ，C 版，质量太高了。你看，在这种高质量和这种高选手的对抗中，他很容易打出一些高级球或者是超级球。是的。打起来，相持。哎，丁宁也出现了失误。我们看双方运动员的这个在场上现在，这种投入的状态呀，可以看得出来，这肯定是一场恶战啊。对。两个滚网出界，是的。那王曼玉从发球到接发球，她就是左一下右一下，然后牵着丁宁的这个左右摆束，然后再从中以后再从节奏上和时间差上来找一些更合理的一些机会啊。你看她打球都不是很不是很那个王曼玉打球。打出来的东西技术不是特别的很有章法，但是他就是靠这种东一下西一下这种左右前后牵制尽量的不让丁宁形成自己的节奏，把丁宁的节奏尽可能的打乱。因为丁宁本身就是一个全攻全守型的球员，你找他的技术没有一些什么明显的漏洞，只能说是这样靠拼凑一下来找到一些破绽吧。对。漂亮。而且王曼玉的球速包括王曼玉她特别低，拉过去的时候质量吧，而且她不跳，不怎么跳还。对。所以丁宁在防守的时候呢，如果要是没有转攻的话，这个也不是特别好办。8-9，比分还是很接近的。很接近呀，对，从7-3被追到9-8。对，漂亮。你看丁宁的防守有多强大，是的，一般的偷袭呢都会成功，但是王曼玉这球够快的了，她的正手呢还是不假思索就给打回来了。对，对，她王曼玉她这种第一板球、第二板球的绝对杀伤力，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丁宁就像一堵墙一样哈。对对对，还是打不穿。漂亮，漂亮，对，运气球，运气。哎。10-10。很有可能王曼玉这一板球给拧出信心来了。这一板球旋转啊，包括我认为加的比较厚。车上出台了，侧身。运气，擦边了，擦边。
第一局这种运气球已经好几个了。对，刚才是一个擦网。对，王曼玉也确实需要在这种大赛里面证明自己，特别是能在这种决赛里面和自己队友国家队的这个毕竟是全满贯的对手呀。对对，如果可以获胜的话，这对王曼玉以后的他今后这个自信心那确实是在这种比赛里他是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嗯，太快了。这两个人看来也是这个特别熟悉吧，这种作战术，所以这个绝对是等待着的。就包括中段的时候王曼玉那个超级的那个拧拉的那个技术，两个人太熟了。哇，叫第一局啊，丁宁是13-11，这算是险胜。嗯，貌似丁宁很轻松的就这么拉轻拉一板就拿下了这局比赛，但是其实这都是在精心的算计之中呀。第二局比赛开始，丁宁发球。下一个关短相持好球。感觉到非常合理。嗯，所以王曼玉现在想要突破的话，只能说打一些精巧的落点，或者是说剑走偏锋的走一些险招。就如果是这种常规的这种攻击的这种大陆球，他对战丁宁没有什么优势。觉得很舒服。对，我每天就这么练的。是的。像丁宁的话我们都知道他是90年的运动员，那对战他的这个王曼玉呢是99年，比他小9岁，对，整整小了9岁。所以这个作战经验这一块确实是还是王曼玉呢没法比的。对，王曼玉有一个不断的积累吧。对，是回短了以后确实难受。对，
哎，这样的话王曼玉把比分追平3-3、嗯、对。这种无力感，对，丁宁这球看起来切得有一点高，但还是加了旋转呢。嗯，漂亮。所以像刚才白石老师说的这样，丁宁这个正手第一板这块确实要注意一下。哎，哇，这个球擦边了。对，我认为侧边，我认为侧边。侧边，嗯，啊？啊，裁判判了是上边。裁判判的是上边。嗯，这个，如果是有鹰眼的话，我认为嗯。王曼玉可以挑战一下，嗯，对，哎，我们看一下最终，我们看最终要听主裁判的，嗯，好。丁宁说他没有看见，说如果王曼玉说上边就是上边，王曼玉说侧边就是侧边。对，裁判坚持自己的意见。对。那么现在的比赛继续。对，我想作为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吧，其实应对这种情况也是他们需要调整的一个东西。哎，紧接着有一个插网。是的。啊。7-4。这个王曼玉啊，这个时候要，你不要再、不要再纠结上一个球了，对。你看他的表情，但是是很是受到影响的，是。漂亮。好球。7-5，丁宁领先。不过从刚才那个球之后啊，就觉得王曼玉的力量上有所下降，还是受到了影响，力量速度。我个人觉得现在王曼玉打的并不是像第一局连续相持发力，再来漂亮相持往前站、啊、哇太精彩了、是的这个你像王曼玉这样打下去的话，她我认为是对的对，至少她把自己的一些我拼尽了把自己的一些特长特点他因为他相持嘛，横板两面就是靠相持，他能把自己的东西能打出来，我认为这样路子是对的。对，再来。对对，就坚持自己一种打法，坚持自己一种战术意识完全的贯彻完全的执行自己怎么想的，你就怎么打。对。而且节奏上来说，这种相持王曼玉节奏会更快一点，会更主动一点。所以说王曼玉呀，真低呀、漂亮。对了，如果说你要是想，在这个
在跟丁宁的比赛中想占优势的话，或者是说你在这场比赛中你如果想取得一场完胜的话，我认为只有在左右啊这种左右攻的这种技术里面，或者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对丁宁发球出台。对，丁宁也是连续失误呀。是的，就看来刚才的这几个王曼玉的这几个快速的进攻对他还是产生了压迫。对，对他有影响。你从目前的这个比赛来讲呢，就我认为就应了这句话，就是最好的进攻就是防守。对，如果说王曼玉想取得这场比赛，就是要寻求突破的话，只能在进攻里面，进攻体系里面。漂亮。在进攻体系里面。9-9平了。是的。或者进攻领域里寻求更多的突破办法。而且我们现在最起码可以看到王曼玉的这个心理调整是特别快的。就刚才的那个球其实大概有影响到他后面2-3个球的发挥，但是第四个立刻就调整过来了。对，而且更加的坚定。对，然后我们看9-9平，拉起来，漂亮。对了对了，完全对，路子完全是对的。是的，而且他现在发挥是越来越好，进攻的质量也开始越来越好。对，首先你王曼玉面对这种丁宁这样的对手哈，就首先心里面就不要再不要有什么想法了哈。对，你就是放手一搏解放思想。对。拉起来。哇，漂亮，不错不错不错，11-9。对，王曼玉还是在受到了一些这叫什么判决方面的一些影响的情况下，对，干扰的情况下，还是快速的调整掰下。丁宁是一下没缓过来，没有想到王曼玉会这样去打，所以这一局过来，就算王曼玉还用刚才后半段的这个打法去打，打的也不可能这么顺手，丁宁一定会有所防范吧。对，我们看比赛已经进入到第三局，王曼玉发球。王曼玉好，现在就好在，他没有完全的，在进攻里面他没有完全的失去重心，而且反而还能，反而还能在近台护住，保护好自己的左右，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呢，王曼玉加强一些他的稳定性，就是，无谓失误包括一些低级的一些失误我相信这场比赛还是很好看。对，坡度这没关系漂亮，这没有关系，擦网这没有办法。而且丁宁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已经被王曼玉压着打很多球了。对，第二局很神奇的王曼玉就翻盘了。擦边，一人一个都是这个位置。此处易擦边。对。
就在打起相持的时候，王曼玉站进球台更近一些，丁宁稍远一点。嗯，所以王曼玉的节奏会快一点点，但如果她只要慢了，丁宁一板就返回来了。我认为王曼玉啊，应该还是在从正哎从丁宁的正手突破，哎，对，丁宁正手呢，跟朱雨玲打的时候，我看出来确实还是有漏洞。对。显然，丁宁现在。对场上的情况有点，哎，我们看丁宁这轮发球很重要啊。哎，哎，开了。4-0，对，这样比赛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对，而且后两个球丁宁是明显改变了这个节奏。嗯，前站，嗯，对，这比赛，5-5，两个人，特别是丁宁，我觉得现在还是在试探性的，在做一些尝试，对，嗯，完全，因为两个人的的确确是很熟悉，太熟悉了，还没有两个人全，没有全把自己的，特别是丁宁，完全没有。展开，嗯，哇，这个还真是看不出旋转的发球，看起来很转。嗯，哇。6-6，对，这局两个人都用过这种轻轻挂起来的这种下旋转上旋的一种方式，就这个方式会改变节奏，因为他们平时对攻的时候节奏和速度还是蛮快的，这一板虽然说看着轻，但是节奏会对对方有一个干扰，对，它起一个干扰作用。嗯，哎，王曼玉什么要换发球，漂亮，这两个人的球路也真的是非常熟，发完球之后王曼玉就在那儿等着。而且我也觉得王曼玉刚才这个球，她反手相持，她是减力了，所以速度也慢。丁宁那个球有点类似于像没有借到力的那种下网，所以双方的作战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哎，漂亮！这几个球都是。靠这个简历对来得的，都没有刚刚那种高频率的对抗。对，
而且速度也在变慢。嗯。哇，漂亮！我觉得这个是王曼玉在这个节奏里边第一次相持得分，平时一到了这个节奏里就完全是丁宁的得分。对，所以这个球赢得不容易。王曼玉也是一直在底在扛啊，是，嗯，精力呀、啊、体力同时需要付出的大量的这种，需要非常顽强的这种意志品，这样。对。球场拿起来，哎。哇，漂亮。嗯。尤其是看得出王曼玉第一板起板之后被丁宁防过来，她是有一点意外的，因为那个球的质量是很高，但是她调整很快，你看得出她这个中心的一个起伏，她打完之后中心是起来的，然后快速又下来。丁宁不想纠缠太久，她想通过再调整再重新拉一板回到自己的节奏，但是这一板呢拉失误了。哇，这样王曼玉11-7就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嗯，哦，拿下了他自己的第二分，现在是2-1。王曼玉对战丁宁，第四局比赛开始。丁宁现在已经落后一局。对。哎，漂亮。嗯。好球，好球，速度非常清晰。嗯。战术，那战术意识贯彻的特别特别清楚。嗯。啊，就是打你一个时间差。漂亮，这局开局还是不利啊，对丁宁。对，丁宁现在是，如果要是说丁宁啊，我觉得应该是，就十拙九斜嘛，因为他的反手，他的技术也非常全面。嗯，对。啊，在相持的对抗相持过程里呢，你看他这种球大一点的撕。啊，反手的时候大一点的大角度的，从左到右要给王曼玉打开，啊，因为你要让王曼玉站在那里打你呢。啊，这个小将现在还是很快的，可能不是那么，特别丁宁会觉得特别舒服。嗯，是啊，但如果要是给王曼玉能撕开了，啊，然后回头的话再但这是有时候也实在是没办法，想变现，但是这个实在是变不过去，这个没办法。
你看在他们两个刚开局的时候，第一局的比赛啊，丁宁的这个落点还是非常开的，嗯，就是调动王曼玉，王曼玉一直在跑。对，但是第二局后段从王曼玉应该是9-6开始追的时候，就好像一直没适应过来丁宁，嗯，然后现在这一局打到第四局就开始频繁的出现失误。对，从现在目前来看，王曼玉，打的一些技术很让我突然间想起来了一句话，就是女子技术男性化哈。哦，嗯，对。哎，她的节奏啊，包括她的，哎，这里王曼玉想到要变了，丁宁现在是不变。进攻的一些一些方式啊，出手的速度。的的确确给丁宁造成了很大的很大的压力呀，啊。嗯，对。哎，运气球擦边，这次好像没有争议。嗯，丁宁的话，你就不能靠，哎，就是不能靠这些擦边擦网来解决问题。啊，你要想解决这个场上现在的这种情况，就是应该拿出你这种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对，有拿出你自己的一些绝活，就是超越其他人的那些本事。嗯，比如说漂亮，我觉得从第二局丁宁后半段表现，就是王曼玉开始改变策略发力的时候，你就觉得一直丁宁的感觉像没太缓过神儿。对，但是这个球好像他终于开始有一个反击了，漂亮。对，5-5。那球怎么特别特别的往下沉呢，拉完那个球质量它是点儿挺快，但是可能是我们的角度看着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它这球感觉特别沉。哇，6-6。的确，我现在看出就是王曼玉拉球稍微有一点侧拳，他不是沉，他有点侧，有点侧的话呢，丁宁的动作还架的有一有点高，还所以他这个球从丁宁的这个正手位拐过来以后，丁宁他就不太容易对上那个点儿。对，我觉得看确实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现在王曼玉她在正手进攻的时候呢，特别是第一板球过来的那个质量啊，
哎呦，他并真的不是特别高，但是他那个球的旋转特别侧啊，所以丁宁真的很难把这个时间那个点儿给对，就调整到自己的节奏上。那我们看王曼玉现在啊，可能还是发短的为主吧，应该啊，打起来，哇，漂亮！这么久了，终于打出一个好球，是的。王曼玉倒可以发在中间发一些，啊，对，你看到中间，你看我，对，我感觉，对，应该在中间，哎，发一个不断的，哎，勾着球起来以后，相持，往前上，往前上，漂亮，对的，对。看丁宁现在，出来，漂亮！哇，漂亮！就是感觉他扛不住，每次都是王曼玉呢能顶住这种快节奏的对攻，但是丁宁呢失误就比王曼玉要多得多。王曼玉的拉球也是一个有自己特色的拉球，你看丁宁接她的球得往上，像有需要一个往上的动作，抛起来啊，9-9，太追求质量了，是的，角度有点太大。漂亮！看到王曼玉引拍的时候，就知道这一板力量肯定不轻。对。好，现在是10-9，王曼玉现在是拿到了第四局比赛的局点。估计还是会一个勾手勾到丁宁的正手，把中间拉起来。哎呀，哇，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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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这个技术就发挥到极致了。是的。所以现在王曼玉已经是3-1了。对。好，我们稍事休息。
漂亮，哎。2-0。要对战丁宁的话，一直保持一种节奏应该是没有效果的，因为丁宁的这个适应速度也会非常快。这局丁宁先得两分，我们看看他是不是这局又能恢复到前面的那种哦。关键是王曼玉调整了，王曼玉的进攻呢加强了，所以说看看丁宁，平时丁宁是能扛得住的呀。嗯，而且把丁宁逼到这个份上，真的今天王曼玉真是神了，漂亮。而且现在打起相持来就觉得丁宁完全是在招架，顾不上那个落点的事情。对，所以王曼玉确实是不用太动。这种状态已经两局了，是的，丁宁一直在招架。嗯。漂亮。3-3。漂亮。漂亮，王曼玉开始反攻了。哇，打着打着就成了王曼玉进攻，丁宁在招架了。看一下这回放，嗯，好，从这一把。王曼玉打的的确太好了，今天打的太好了，从战术意识、嗯、包括在场上的这个应变调整，嗯、包括回过头来以后及时的这个对把握机会、调整啊、调整自己的啊场上的思路，漂亮，超级球，超级球，是的，嗯，这个球就是超级球啊。我们看丁宁叫了一个暂停，对、啊，嗯，因为这个现在是。第一局呢是丁宁很轻松的就赢下了、嗯、然后王曼玉是从第二局一个中断之后开始反追，现在已经连扳了三局，现在6-3领先，所以对丁宁来说现在是很关键。白石老师、您现在要是作为如果您是丁宁这边的、你可以给他一个建议的话，您会怎么建议他？我觉得呢首先在相持中和对攻中、嗯、丁宁要坚持自己的这种粘性啊，包括坚持在场上的这个不掉球不失误啊，把这个、这个回合拖得更长一些，战线拉得更久一点、包括多做一些2板、3板、4板、5板、6板的准备，对，多一些准备。我认为在这个体系战术体系里面，丁宁应该多做一些思考或多做一些准备。嗯因为现在目前看王曼玉的
在场上的状态的确打出了很多很多，嗯，比较惊艳的球，很多很多意外的高级球，嗯，这样，往后一点，往后一点，对，你现在丁宁现在已经站到这么前的位置，还找不出任何优势，丁宁还在前面顶，我认为他就完全没有。对，没有价值的这样。如果说你要是往后一点的话，然后再上来，啊，通过这个前后的这个前后的时间差和节奏上的把握和控制，你看王曼玉现在正完全打热了，你就是怎么打怎么有。对，你看王曼玉现在已经完全打热了，对啊。简直就是一个遇佛杀佛遇神杀神的状态、嗯、所有的球都处理得特别好。丁宁的话也不是说这个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没有办法是对、输掉这场比赛的。往后站往后站、确实现在要是再不做出调整的话很困难。我们看这个王曼玉现在的已经完全把自己的风格和把自己的想法都已经有感觉了，我就是说丁宁也未必能顶得住。哎，咋样？王曼玉打得很啊，思路清晰啊、嗯，战术明确。对啊，战术意识包括战术意图贯彻的非常非常明显啊，就这两下啊，顶得住就顶得住，顶不住的话就来了，漂亮，又来了，这样10-4啊，王曼玉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对，而且是领先6分。看看我们的丁宁能不能实现一个让我们都觉得再实话实说，我们看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想搬回来可能性几乎零。对，因为这个大把的赛点、对，10-5的话，我认为这个时候可以叫个暂停，或者是说再打一分的话，再丢一分的话，我认为可以叫个技术暂停。嗯。王曼玉因为还有一次技术暂停嘛。嗯，对的。嗯。拉起来了又。哦，认识认识。可以叫技术暂停。可以叫。嗯。教练，果然教练给叫了暂停。我们看王曼玉的教练给叫了个技术暂停。果然这个。我们在场外啊，就包括教练在场外看的这个会更清楚的。对。暂停结束以后呢，那王曼玉有什么好的办法尽快让这场比赛尘埃落定了？我看这个球应该王曼玉还是应该两个发球，她应该发出两种变化啊。我觉得应该这样，两种。哇！结束了，结束了。是的。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产生了，是由。黑龙江的王曼玉，王曼玉，对，我们恭喜王曼玉，获胜北京队丁宁啊。